军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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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不要踩个样？哦，这个其实可以哦。哦，行云流水，漂亮，也没什么嘛。有人吗？哎呦，有人吗？来人呐！我的，来人呐！是有人，是不是来客人了？有吗？没有啊，那是导演，那是导演。啊，来，没事，不管他。王磊，出来帮一下啊！哎，能有人出来一下吗？我记得节目里边好像四五个人呢，怎么都不出来呢？王磊，真的好像有声儿哎，怎么都不出来呢？哎，有声儿，谁呀？老太太来了，何老师，哎呦，过来帮忙！哎呦，我的两个姐姐呀，姐姐你在干嘛？哎呦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们在做木屋。别拽我！不，欢迎！你终于来了，我们在做一个小木屋。哎呦，黄老师，来了两个美女。美女，给你正做卧房的。啊？卧房？我们俩没有屋住吗？你先去看一眼，特别壮观。走，弟弟妹妹们。来了两个漂亮的大姐姐，哎呦，小心啊，烂泥塘子，小心啊！好，走，黄老师，放心吧。没事，黄老师，您先走。哟，黄老师现在身上没肥肉，全是腱子肉，这一摸，哎呦，钉房子钉的呀。走，你看，姐姐们好，静姐，一心、鹏鹏、妹妹，鹏鹏好，这是那英姐姐，娜姐，这是梁静姐姐，静姐。来，今晚你俩就住这儿，好吧？哎呦，搭一个江边的小木屋，然后有门，有窗，有江景。哎呦，太棒了！钉上了，都钉上了，交给我们吧，师傅，没问题哈。没问题。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。你怎么突然觉得有一种大华附体的感觉？没有自信。